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 EA Sports 大学美式足球25的深度玩法解析。今天我们将聚焦于令人兴奋的全新 Tempus IQ 游戏功能集，这是场上即时游戏玩法的支柱，提供了反映大学橄榄球真正深度的战略性、快节奏的游戏玩法，其中包括全新的磨损与耐久系统、球员能力、主场优势、独特的战术手册以及一系列全新的机制，这些都带来了充满爆炸性和快节奏的大学足球体验，让我们一探究竟。全新的磨损与耐久系统改变了你对每次进攻的策略。磨损与耐久是一个渐进的球员健康系统，这个系统重视战术性的替补和多样化的战术调整，以确保球员的健康。有了磨损与耐久系统，球场上的每一次撞击都很重要，每次撞击都会影响球员，每次撞击的程度不同，都会对球员产生不同的伤害和影响。如对四分卫投球手臂的一次重击，可能会改变整个赛场的局势，就像现实生活中的易拉罐一样。随着比赛的进行，伤害和疲劳会累积，因此有效管理磨损与耐久对于球队的成功至关重要，无论是在单场比赛中还是整个赛季中。 EA Sports 大学美式足球25还引入了精力和球员的体能的属性，这些属性有助于区分高水平球员与未经考验的新手。与职业联赛不同，在职业联赛中，超级巨星球员的天赋一般都很均衡，而大学中的球员能力则更加多样化，旨在展示球员和球队技能水平上的整体差异。体能可以提升球员的身体素质，如突破防守或保护磨损与耐久，而精力则增强无形特质，如领导力、清晰的争球路线和在压力下保持冷静的能力。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球场上的脉搏计已经飙升至最高点，紧张气氛弥漫。然而，科队的四分卫似乎缺乏那种坚不可摧的心理素质，一种在压力之下仍能保持冷静、抵御干扰的能力。幸运的是，这位科队四分卫拥有刚毅的能力，激活了这一能力，他的视野变得异常清晰，对场上的形势洞察秋毫，从而也就不容易犯错。在本场比赛中，每位球员最多可以拥有八种不同的能力，这些能力的效果可以在比赛中发挥出巨大的情景优势，点燃比赛的动态，创造出那些令人兴奋且不可预测的时刻。正是这些瞬间，让大学橄榄球赛事充满了激情与悬念。从威严的老虎体育场到充满活力的欢乐谷，我们将为您呈现最具标志性的主场景象和声音，让您仿佛置身于每一场激动人心的对决之中。在比赛中，主场优势使主队占据上风，而客队则面临不同程度的主场优势影响，这会影响其信心、镇定水平和场上表现等方面。主场优势将会使得低镇定水平的球员更易迷失，而对于镇定的球员则影响较小。球场气氛的震撼会使得战术调整，如更换战术和防守路线变得更为困难。因此，当球队处于可管理的进攻距离和形势中，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EA Sports 大学美式足球25将有134支队伍可供选择，每支队伍都拥有独特的打法风格，从奥克拉荷马的宽间隔攻击到空军学院的三重选项进攻，再到密歇根州强大的地面进攻，战术的多样性使得每场比赛都充满独特的对决。新的反手传球、选项进攻和其他花样战术使你能够迷惑你的对手，让对手防不胜防，而更多的球队则通过全场传球来展现他们的攻击力。大学橄榄球25改进传球机制，为每次回传增添了控制和变化，扩大了四分卫球员的变化。我们聚焦于调整情境中的传球和各种新的飞行轨迹，这些将提供更多的传球控制。按下定时按钮，其他新的游戏机制将在发球前后给予你更多的控制权，例如调整主要路线的长度和使用新型切换杆定向切换球员来实现战术控制，掌握新的踢球计量器并调用一些新的热门路线，这些都将丰富您的游戏体验。想要了解更多的游戏玩法和战术信息，请查看校园汇聚博客，立即订阅获取最新的 EA Sports 大学美式足球25新闻，让本赛季每一天都成为比赛日。还可预定 MVP 套装，其中包括 EA Sports 大学美式足球25和 EA Sports Madden NFL 25，适用于 Xbox 系列 XS 和 PlayStation 5。以上就是本次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收看。
希望能对您深入了解大学橄榄球25的游戏机制和玩法带来有益的帮助。如果您喜欢本视频，请点赞并订阅本频道，我们下次见 ，See you。